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净土十二论啦。这净土十二论是咱智者大师呢，伊按照佛法众生的根基，对着往生西方净土呢，充满着济济疑问呐。那么一条一条给列出来，然后一问一答的方向呢，成一部论，叫做净土十二论呐。对着念佛往生净土人来讲呢，这部净土十二论是相当尊贵、相当的关键的一本册啦。咱未当无了解，未当无深入探讨，无念佛念到半中途就生怀疑啦，念佛念到半中途生些矛盾啦，因为三成障碍哦。所以最好的弟子未当无对这净土十二论呢。深入去了解跟研究啦。那么咱常讲个地教疑问，就是讲有一款人，尤其是女众啦，还是身体有残障人啦，还是盲聋阴哑的人啦，甚至呢一寡异性人、声闻幻觉，我这人起怀疑讲，哟，阮女人敢毋当往生西方净土？我盲聋阴哑的人敢毋当往生净土？我六根有沾亏的人，敢不得往生净土？起怀疑，甚至伊引用这呢论部去讲啊，结果甲论部的意思呢，甲研究了错误去啊，甲误解去。所以毋知这只大师呢，针对这個问题，伊才提出来甲谁报告，讲异性人声闻幻觉决定会当往生，女人决定会当往生。肉筋无清净，肉筋有残缺的人，伊照常会当往生；盲聋阴哑的人会当往生。所以伊毋知安尼讲啊。好，那么对后壁个一段下，看智者大师安尼讲哦。异性人，但慧心愿生净土，自彼净无异性之心，为诸故人。女人及金匮，而终性不生，非为此女人及金匮人不得生也。哎，注意看有吼，意思讲，二性人只要是三宝世界呢，伊回首向大，也就是呢，远离二性人迄款心境，回向大乘，向佛道就对啦，发菩提心啊呢。那么，伊甲发愿落去。同款会当往生西方净土，所以西方净土的二圣人呢，伊拢是成大乘菩萨道啊啦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无二圣人，但是呢，是三宝世间的二圣人呢，只要以回修性向大乘为者呢，同款会当往生净土啊。过来，那么当时女人。第三步，世间只要发清净愿，要往生净土，照常会当去。哦，啊，唔好甲这论部，还是甲佛祖意思甲曲折，哦，甲曲折去就了啦。安尼对了呢，你往生的三生莫大，会矛盾甲障碍哦。因为经文的意思唔是安尼意思，大家看讲，女人或者是六根有呢残缺人、盲聋阴哑人、二性人，未当往生。伊个意思唔是你讲哦，迄是指着讲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后，无女人相啊，女转男性啊，
是大丈夫上的意思，或者是在三宝世间有六根、有禅宗，这款人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，六根就清净，六根就端正，无过禅宗啊，就丢。好、哦，啊，二圣人在三宝世间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呢，二圣人这款的正呢，在极乐世界就无啊，拢大乘菩萨道啊，伊重点在这所在。哦，啊，唔通讲呢，哦。咱这三宝世间的女人呐、啊，乃是六根有沾浆的人呐、啊，朦胧阴暗的人呐、啊，讲袂当往生西方净土，安尼讲是大大曲解了经文的意思，曲解了过去祖师大德的意思了，安尼就了解吼，记好哈、啊。好，那么对这大师非常的慈悲，为了慎重起见惊的，哦，怀疑心还袂去除掉、净化掉呢。一个运用的无量寿经的第35愿呢，哎，一个引经据典呢，佮请出来公开予大家看清楚哩。来，伊哩讲我：释我地佛，十方世界一切如人，清我名号，厌恶如心，下命之后，敬受如心者，不处正觉，空性彼国。敬受如心，金骨者盈语，讲个真清楚啊！注意，这段我昨有闹提出来，家注意报告过。这是无量寿经内底第35愿呢。法藏比丘就安尼讲啊，讲我法藏比丘，那受个幸福的时阵啊，那么西方世界所有的女人。那是欢喜心想要生来我的清净的国土，安尼呢，只要称念我佛的名，哦，以后成佛就是阿弥陀佛嘛。只要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，那么伊厌恶女人的身躯，因女人的身躯啊，比较比男众呢来讲啊，伊病苦发济。哦，所以为安那观音菩萨时常示现女性的大众生呢，因女性所受的苦。弯弯胜过男性的苦呢，胜过几啊倍，几啊倍。所以观世菩萨是从示现女人呢来度化女人呢，好、哦、有伊个典故的哦。意思讲，西方世界闹女人厌恶女人心的物质呢，等到临命终了后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，决定路转男心，未阁受这女人心就对啦。如果若无达成这个事实的位置，我发藏比丘就无成佛。啊，这问题就是发藏比丘已经成佛了，已经十劫啊，可见伊发这个愿就兑现啦。哦，这张的支票有兑现。哦，所以愿所是讲世界所有的女性朋友，厌恶女心，什么往生西方净土，什么路转男心，什么成就无上菩提。哎，那念阿弥陀的圣号，决定往生到世界呢，会成就大众无相。其中有32相啊，相相庄严，相相光明好啊。哦，哎，就成真吼。那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路转男心啊，这对女性来讲呢，是莫大哦。而且呢，除了鼓励以外，这是相当尊严的代志啊。我、哦、一了解了嘛吼、哦，这就是以上第9疑问呢，咱地界大师啊，非常的慈悲呢，来答复咱普天之下所有佛的弟子的问题啦。那么下面呢，就是最后净土12论的第12问啦、啊，哦，来看好、哦。今欲决定求生西方，未知作何行业？以何为经济得成彼国？又凡夫俗子皆有邪主，未知不断淫欲得成彼何？伊这意思真简单，就是讲，哦，我今次呢，这只大师你讲这个9疑问，我已经足清楚、足明白啦。那么现在我决定要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去啦。那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唔知爱修什么因，修什么福业，哦，什么条件，什么因缘，修什么法藏，我就往生西方净土吼。那么
诶，又果是呢，咱凡夫俗子吼，在家庭内顶有结婚有娶某，哦，有生育子女啊。那么男女之间的姻缘哪无个净化，无断掉，安尼个有在条往生阿弥陀佛世界啊？问地价大师就对了。那么地价大师就个回答吧。好，看好哦。有决定生死者，只有二种形，定地成地，一者厌离形，二者心愿形。意思讲，如果你用决定要往生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呢，安尼是有两种形啦、啊。第一叫做厌离形啦、啊，哦，第二叫做心愿形。何为心愿形？何为厌离形呢？这后壁咱地藏大师会详细做深入探讨，讲你清楚。哦，你生在娑婆世间，哦，要如何厌离这娑婆？哦，要怎厌离？为对厌离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事情？什么人事物？什么种种，需要你厌离？哦，有这深入探讨哦。啊，你一方面有厌离，想要离开世间，离开娑婆世界。这就是呢，你先讲一半。佮第二其实有这心愿性呢，心愿同哦欢喜心、快乐心情要出棚，要往生是用净土，安尼加添阿弥陀的愿，你家己摄持，家己接引呢。哦，如鸟能栖息啦，如鹤添翅啦，哦，永命自在，飞空自在啊。哦，厌离够心愿呢。哦，像就吸招啊啦，吸招有吸的力量，啊，这个天啊呢有被吸的条件，啪就吸起来，往生净土也是同款。有要厌离，阿弥陀佛要带你去哦，但是你无厌离心，无在条件啦。向人阿弥陀真慈悲，给你掠掠哦，地当布地啦，硬给你排排去叫做世界，倒当是叫做世界哦。你个埋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你嘛好啊，我阿未娶某，阿未结案个哩哦，你搞派来叫世界，好，阿弥陀佛，我跟你呢恩怨呢，今天就搞清楚了，听听哦，你个怪怪阿弥陀佛听哦，哦，所以第一要厌离娑婆，是咪心愿叫世界，想要去，安尼呢阿弥陀轻轻松松，咩讲个你接应啦，你家己就撞来啊。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哦，你安怎在心愿，安怎在欢喜心？你对教理爱通天，对这个世界环境爱清楚，哦，对西方三圣爱认知，哦，往生净土有啥物殊胜的意义，你要了解。第一，咱就是要六道轮回啊，娑婆世间是苦海啊，苦家会出劫啊，苦家呢，这自公会以后啊，高天哦。车十等十夜呢，都车未完呢，痛苦人生事了。家庭内底家家又难念一部经呢，这痛苦事呐，讲到你捌啊，目眉的门呢，好拍干啊。讲到你捌呢，我头毛出手白啊。这世间的苦啊，唔像是苦讲会清楚呀。我听一个技师甲讲讲，我去娶某了，结婚了，人生你看安怎讲？舒服，你娶无娶某？哦，啊，甲你讲人生的苦吼、哦，你是知啦，但是你无亲自去经验体会过吼、哦。我目眉呢，拍夹啦，吹手臂啊，都讲未清楚。吼、哦，我听你家讲，哦，哎、欸，我一定神智人哦，唔免经过食过苦，唔免经验过呢，我照他背。我承认如本啊，属实一定神智呢。哦，所以一定神智，唔免经过，一定要试看咩啊？哦，胆子味一个啊。啊！然后生两几两三个大头囝了后呢，哦，一下两只手背袂离啊，脚踏袂离啊，吼、哦，走到尾啊，自然呢。所以啊，人生苦啊，唔像是讲的。我听你讲了，我感同身受。所以啊，他们讲话啊，往生西方净土啊，具备有厌离性、甲心愿性啊。那么到底厌离性要如何厌离？为对入手，为对去了解，无你太想要厌离离开世间呐、啊？
离开沙婆痛苦的世间，离开苦海呢？一定原因的啊！好，那么第一件大事就开始分析了哦，来看哦。言厌离行者，凡夫无始以来为五欲颠倒，轮回五道备受痛苦，不计心厌离五欲，未有出期。为此上观初心，浪血洗掉一切恶路不净臭秽。注意看清楚，这是小啊，给你弱碎尔呢，哦，介碎尔呢，详细碎在后边。伊意思就是讲啊，讲什么叫厌离心？哦，厌离沙婆，要厌离这个苦海。哎，第一就是讲。凡夫众生自无始劫以来，被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六尘之间，给你绑条条、捆条条啦，捆架呢，让你寸步难行，让你无法度出离三界，无法度净化你身心，无法度远离生死，正解涅槃，就是五欲给你定掉就对了。这是你轮回六道啊，受了无量无边的痛苦啊。哦，如果呢？你若是无起一个心来厌离这个五欲之苦呢，那你永远都无法度出离三界，出离这个苦海就对了，无有出期啊！哎，起这个厌离心就对。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时常啊观察咱这个身躯啊，哦，有浓血，有细尿，哦，一切呢，你的九孔上流不净啊。啊，一下肝脏未对，心未对，胃未对，哦，这胰脏未对，气未对，心脏未对，血路循环都未对，高血压哩，胆固醇升高呢，尿酸过多哩，连你心都歹去，也要小心啊！哦，规身躯无一个所在呢，讲是清净的，是永恒不变的啊！定定解脑状况就丢啦，充满着一切恶路啊！不净臭秽就丢了。咱所讲的叫做九孔上流不净呢，何不唔丢啊？你两蕊目睭，两个耳有耳屎，目睭有目屎，嘴流嘴沫，鼻腔有鼻腔屎，和下部两腔呢上流不净啊，九孔上流不净啊。所以规身躯无一个所在较清净的啊。所以咱常讲一句话，咱人个形容一个身躯哦。叫做一个屎桶啊！你逐天抱这个屎桶哦，南北二路走来走去，行来行去，抱这个屎桶呢，日夜呢，哦，一个东一个西，一个南一个北啊，抱出抱入啊，抱这个屎桶，有人讲哦啊，就不能说这形容感很贴切啊，形容啥呢？唔知好听还歹听，我搞不懂啊，好听无听，会用听听就免讲尔。讲抱这屎桶就抱这屎桶，你袂当无相信。你每当物件好食物件哦，入喉落去三寸了，就无知觉啊。开始胃肠啦，就咧制造啦，卫生制造消化系统甲分解，落去小肠大肠的时候变晒尿去啊。哦，你食了佫会看咧，会听咧，会鼻咯。为你粪口出来看卖，何你袂鼻，唔敢看，唔敢食。身躯就制造一个晒汤，无唔对啊。哦，排来平排去啊！哦，大出大入啊！哦，排这西藏诶，行来行去，你阁唔相信？啊，有人听听，想想有影就点？啊，恁巴肚来像一个王阿婆共款啊！食鸡肉、鸭肉、猪肉啊，哦，素肉类啦，把恁素食共款吞吞胃巴肚落去。尤其呢，食呢错物件，你胃肠敢毋是一个王阿婆？啊，你面都一个王牌啊！嘿嘿哦。哦，如不法师或者蒙白，你食鸡肉、食鸭肉、食牛肉、食牛排呢？食臭物件、食鱼啊呢？哦，食你巴肚，哇，就是蒙阿波，阿巴肚胀胀，是呢？蒙阿后壁就卡只片无哦，看观察、看观察，就蒙啊，观观就丘陵地，就丘陵，巴肚就是安尼啊，啊里面就是蒙白啊，这龟仙姑就是呢，混场、混入就对了。哦，你的情况我讲得力不？百分之百有道理，咱那边就蒙白啊！吼吼，啊，有你不能，我处理讲形容的呢，有够歹听，有够有影那真的呢，啊那边就蒙白啊！
哦，啊你巴肚就是咧胸啊，哦粉肿啊，哦毛啊无是毛白，后壁无是关关诶看棺材啊，那巴肚就安尼啊。啊内底呢，总有猪肉、鸡肉、鸭肉、鸡啊、鸭鱼拢装入巴肚，甲砍掉共款。哎呦，可怕！甲你讲，你身躯啊，像一个坟墓啊，像一个坟场啊。哦，你身躯像就排一个屎桶咧，赶出赶入，形容这两个就无唔对啊。讲屎桶也好，王阿伯也好，哦，拢会使安尼讲哩。哦，所以身躯做业的场所啊。好，所以呢，咱地界大师讲啊，你时常观察你身躯啦。哦，会臭人，会流血，屎尿一大堆，九孔的上游不净啊！啊，抱着屎桶来来去去啊！哦，出出入入啊，无唔对，你袂当无承认啊！但是咱人总是不爱甲面对这个现实事实咯，啊，甲否认，安尼你永远逃避都唔是办法。你勇敢甲面对这身躯的种种。相信诸佛菩萨过来圣贤讲的话呢，绝对袂正当。因为你这种干我异地呢，才小块入道呢。哦，有影你也关身躯清净啊，你外口洗啦，一天五地湿文，你洗哦。你洗了后，佮走运动会回来了后，规身躯臭汗酸甲，上流不净啊，时常流出不清净的物件、臭秽的物件，互你先洗都洗袂清气啊。因咱人的身躯是臭皮囊嘛，佛经甲你讲足清楚啊，臭皮囊也无可能变成一个上落五净不坏身躯啦，哦，无可能的，无常就是无常，无常要变常是无可能的啊，不清净想要变为清净是无可能的，无我想要变为我是无可能的啦，痛苦想要变为快乐是无可能的啊。哦，所以众生有四道，四种颠倒啊！哦，以不见为净，哦，以无我动作我，以苦动作乐，你想看麦啊？哦，众生永远就颠倒哦！哎，唔知呢，我都认识这真理，真相看未清楚啊！因此，就地数因为无清楚、无了解呢。这颠倒生活，自业颠文生死类啊。那么，地界大师在运用这涅槃经有讲话啊，来看哦。故涅槃经云：如是心诚，如此罗刹，知住其中，随有地界当落初心。又经云：初心众过所执，一切皆不净。恶霸用称顶根本无疑，上至诸天心皆亦如是。伊这意思是安尼解释啊？哎，直接判定有讲话啊！哦，所以讲咱这身躯存就一个宝城啦吼，一个城堡啦。哦，那么城堡是城堡啊，但是如此的流产呢，住伫这里呢？身躯内底，带伫这城堡内底呢，哦，对伊来讲是真快乐、真欢喜啊！哦，啊，但是对着一个呢，哦，有智慧人来讲呢，这个身躯伊袂欢喜心的带身躯，伊才是有为生物，才是无我无常的物件，伊才臭皮囊。哦，伊这身躯在暂时叫咱用尔，伊才讲这真万下来呢，是生物的物件。所以伊袂讲介欢喜住伫这身躯内底啦，但是啦，这罗刹鬼啦吼，哦，还是咧妖魔鬼怪对这身躯，伊就看较袂破呢。哦，真欢喜住伫这身躯内底，啊，但是对哩是有智慧人看这身躯时呢，有为无我，生物之法。所以这臭皮囊呢，对有智慧人来看呢，伊袂加乐意呢，是欲加占有，永远住在这所在。哦，好讲，过去高圣人讲啊，哦，因为我有这身躯啊，才有一切众烦所产生。你看，因为这身躯一切众烦所有的呢，后烦呢，都为这身躯绵延来生出来呀。感冒，因为有这身躯；
你有肝病，因为你有这身躯；你有胃肠病，因为你有这身躯，有这四大五温之体啊。哦，你胆固醇高，有心脏病，因为你有这五温的身躯。你的血有伤高，有尿酸，因为你有这身躯。你的失眠，哎，因为你有这身躯。你耳光重、臭耳人，因为你有这个身躯。哦，你食物件有胃肠，因为你有这身躯。袂当无食，无食身躯就会作怪啊，四代就不调啊。因为这身躯着有疾病，因为身躯着肝癌，因为有这身躯，互你着着肺癌。因为这身躯互你断脚断手，因为你身躯互你盲聋音哑，互你残障人呢。哦，因为这身躯啊，因为带来呢，一世界人当中有着保健这个肉体，保健你这身躯。保护你的身躯安哦健康呢，不只是讲个超袂好事啦。你讲效应还是无效应呢？所以呢，涅槃经唔单讲，谁有地者堕落初心呢？哦，天下间哪里有一个讲找一个有智慧人，以欢喜心快快乐乐哦，想要占有这身躯呢？无可能呢。有智慧人，咱们这身躯是臭皮囊。是科幻化的，是生命化的。哦，伊怎样讲是叫咱用的尔，唔好甲占有，因为是呢科别化，唔是独立性的物件。伊就用这个理性理智呢，安住伫这身躯内底，该用就该用，该不用的呢，爱下掉就下掉。伊零零格格清清清清。啊，前面就讲话啊，初心众过所知吧，一切皆不精啊。无唔丢啊！哦，有这身躯，众苦就绵延不间断生出来，招集一切苦，拢因为这身躯伊来拿来弄来拿杂过来就丢了。哦，一切皆不净啊！哦，比说白家哩未自在啊！一只生疮哩，啊，一只身躯生瘤哩，哦，良性诶，恶性诶。啊，身躯一堆病故开始写出来，所以这样有这身躯根本无一丝啊利益利益啊，别害无一益啊。哪有智慧人呢？伊想要占有这身躯，会快乐欢喜呢？想要呢住在这身躯内底呢？哦，下至三恶道，上至诸天的天神，拢共款是不精的。三两句话就讲好势啊！所以人讲话啊，咱的身躯会遐尼呢，哦，疲乱呢，卑劣就对啦。哦，遐尼不清净呢，原因就是咱的心不清净。心若不清净，感召肉体四大五蕴，当下就呢不清净。哦，啊，你心若清净，佮究竟呢，感召身躯肉体呢，就清净发心佛啦。圣人。声闻弯觉，诸佛菩萨都是呢清净心，感召这金刚不坏体啊。若道凡夫众生，就是因为心无清净，杀道淫妄妄想，哦，心搞意骂，迷惑的心，以这种种不清净的心，所以感召呢不清净的身躯所在啊，不对啊。好，那么修行问阿修。哎，地下大师个教你哦，哦，讲二六四中任何的事情呢，爱徛是七点的入场呢，观看这身躯是究竟无清净的啦。哦，你注意看哦，你看人地下大师按那个分析这件代志，个分析在讲哦，那安尼讲起来规身躯啊，包含咱投胎转世过程当中，样样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时空。每一个处所拢总是无清净啊！哦，所以爱有这款感悟，然后就哦，因都修行啊啦，敢唔得无修行？无修行，你家己永远拢伫究竟无清净内底伫打转，伫无清净的环境呢，伫个作业感召呢，伫个无清净的照顾内底受痛苦啊！感召拢伫三界内底拢总不能出离。所以讲到别位，若到四仙三界呢，拢总是自业的受苦，
阿嬷伫这招骨内底呢，受痛过几步啊，拢做无清净。为何爸爸妈妈这行淫这教会时呢？哦，男精女血，这投胎就开始不清净啊啦！啊，住伫妈妈的腹肚内伫胎内呢，自胎、出胎、甲大汉呢，规身躯嘛拢不清净，甲老死也不清净。伊做一连串有系统个介绍哦，来看好。行者若行若坐，若睡若觉，上观初心唯可无碌，深深厌离，上述七房不能顿断，渐渐渐渐生厌作七种不净观。一者，观处淫欲心，将贪爱烦恼生，即是精致不净。二者，父母交会之时，赤壁合合，即是受性不正。三者，无台中，在生状下，知识状上，即是住处不正。四者，在无台时，为湿无血，即是食胆不正。五者，日月满足，头向山门，龙血自出，臭秽浓积，即是初生不净。六者，不配佛像，其内浓液遍一切处，即是机体不净。七者，乃是死后碰着烂坏，骨肉坏从肠坏，喉咙食痰，即是究竟不净。注意，安尼看有清楚吼。这段就是咱地下大师呢，伊讲咱一个修行人，结行路时、结坐时、结困的时，爱连连觉觉醒时阵，也就是一天二四小时、二六时钟啊。你任何这时间一观察咱这身躯呢，唯有苦，无任何快乐可言呐。纵然有快乐，这个快乐也是刹那生、刹那灭呐，未久长。哦，你天下间都是快乐永恒不变的，像我常讲的，快乐啊，去食一顿饭两点钟啊，两点钟总是贵吧？你跳舞真好跳，两点钟去跳，四点钟去跳好唔好？总是会散会时阵吧？哦，你不听世间人讲，哦，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呢、啊。天下美景种种的呢，令你满意称心的代志呢，总是呢好景不能长存呐、啊。哦，总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呢，迄、那个美景景象呢，总是消失在眼前呐、啊。世间唯有苦，无啥快乐可言呐、啊。快乐也是刹那生刹那灭呐，是永恒不变的呐、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你深深生一个厌离心。赶紧离开这三宝苦海，来阿弥陀究竟清净的世界，伫个听佛讲经说法，来开悟正果，这才是究竟的不二门呢。伊讲啊，众人哦，众数啦吼，哦，翁阿婆的房间内底啦，哦，你那是无法当顿断这个淫欲的代志，男女的欲望的代志呢？哎，无得顿断哦。但是渐渐先是厌离型，哦，先是厌离型，哦，不然这厌离型呢，七种的作观，七种不净观呐、啊，安尼过了，你对淫欲就慢慢净化，慢慢净化，慢慢净化。我无清净呢，来，伊开始甲你分析啊，哦，哦，男女淫欲的代志啊，我都一直顿顿，伊叫你七种观想，第一，你要观男女嘅淫欲的代志哦，哦，这个位。贪心啦、啊，阴心无断嘛，甚至阴念就要做男女代志啦。哦，这贪爱烦恼真强啦，挡袂掉。这就是烦恼心的作怪，就烦恼阴欲心呢不净啊，就精气不净呢、啊。你知影吼、哦？为着来，为男女的真爱爱情，这阴欲心无净化，为心就是讲心无清净啊，叫精气不净。啊！你心无清净，有阴欲心无净化呢？安尼就感觉啥？第二个问题，当了父母去教会，也是做男女的
要做代志去行代志呢？南征虎穴啊，赤壁河合啊，安尼修身不正啊。当你看到爸爸妈妈去做迄代志时，吼、哦，你伫个阴司地府，又面解众生啊，你中阴身啊，我看远个所在一点白光，你伫个乌漆漆、乌暗暗的当中呢，你惊呀，会恐慌不安嘛。哦，因此看光的冲击啊，看到哦啊，爸母去做迄代志呢呐，因此呢，看了后，哇，你个阴路真是生起呢。从客船呢，总个跌落去呀！你只只因为爬未起来，修身不精。你的肉体是一路老爸精髓母亲的迄个卵，因此结合了加添你意识呢，三项结合呢，我修身不精呢。投胎转生的，转投胎时呢无清净。个第三呢，母胎内底带十个月呢，哦叫生种下。这食动相什么意思？当然，那主宫啊，哦，这心是官位，叫做行动啊。那么呢，食动就是大肠、小肠甲膀胱，叫做食动，记在这中内底。啊，遐所在是足不清净的啊。哦，妈妈啊，食一个小的，诶，伫主宫内底烫架，有人艰苦啊，不是袂艰苦啊。妈妈啦，较西食，食些冰吼，汤加咧哀哀叫。啊，妈妈病过，食些感冒药啊，食些咧刮痛药啊咧，乌热药啊，还是呢种种的治愈病过啊。啊，食咧药啊，会毒害着你脑筋呢。哦，你嘛受影响呢。所以妈妈病过，该治食毒治药啊咧。迄生出来囡仔有哪该唔正常，会该畸形，生出来咧，迄畸形怪状呐。哎，现在咕哧咕哧，阿达阿达，还是变形变形呢？哦，足危险嘛！你要出事出来哦，该平安无简单呢。十个月，哦，妈妈就该照顾长照顾短，伊也病过食药呢，对你有足大伤害啊！住处无清净，哦，大所在是五脏六腑难做火啊！迄子宫内底顶管有食脏该得掉呀，哦，有青。心中的得掉呀，依靠食中介意，哦，退掉呀，入未来滴，哦，极无清净的呀，该臭味唔正，哦，种猪肉、鸡肉，哦，猪仔肝、猪仔胃肠、猪仔脾是心中的，真好食啊！啊，人你破去看麦啊，啊，你惊到死哦，臭青噶，有够臭青，哦，这都唔免讲啊，臭人人去食人肉嘞。做臭钱就对了，做臭钱。哦，有心啦、啊、气啦，哦，有这个肝啦、啊、胃啦、啊，叫做肾脏啊。啊，肾脏就是啥？大肠、小肠、甲膀胱去肾脏啦。你记在中，你所大的所在，出胎住处不清净呢、啊。过来就是呢，哦，在母胎的时阵呢，你是吃妈妈的血呢，听有？所以咱堕胎是吃妈妈。伊个腹内，哦，啊，输送去血，哦，输送入面呢，你营养胃啊入面，啊，我等于血共管啊，垃圾你就不清净，这食胆不正啊，伫妈妈腹肚内十个月呢，食妈妈会浪费啊，食胆不正啊。好，等候十个月怀胎呢，已经圆满啊，要离开妈妈的子宫的时阵，出现产门的时阵啊。哇，他家就先露出来，露出来是呢，浓血溢出啊，一堆浓血的呢，有那变灰啊，妈妈的三门啊，较一经常咧破去吼，就变灰变干，浓积不堪嘛、啊，叫初生不净啊。哦，有人的出事不是他家先出来呢，真夭寿骨，一卡一手就丢了呢，卡敢手等叹气先的呢，母家伊也险死，妈妈也险无命的呢。你不听这个人讲讲，生这个囝生无成功哦，哦，你得刮擦帮一地呢。啊，生了哪有成功呢？哦，就满又加一片呢。吼、哦，有食这片的母干呢，一条命险有一条。哦，用这啊，歹生歹囝阿咪不好哦。这囝出事的时哦，给你生出来一卡一手生出来哦。你看三门不那生出来就好。
妈妈会无事哟、哦，大大不好。所以正常是头先摘出来啊，啊，你卡出来，迄也袂样外友好啊。啊，一卡一抽出来，迄无事老母吼，这一年有影吼，严死了。哦，无事老母啊，初生不正，出世时那个母你变坏吼，妈妈条命都无伊呢，可怕。个地啦，叫做不赔互相，在内呢。伊这农业骗一切厝啊，机械不精啊！迄大汉人经过婴儿、少年、中年、老人，哇！你皮包肉、包骨头、包你血啊、包你肉，哦！你看看卖，哇！规身躯骨拢是黑淋淋啊！咱人袂当无皮啊，表示讲，甲你有开，皮都你有开，或者抓出来，血淋淋的呢，机械不精啊！规身躯无一个所在呢，讲是清净的，血晒晒啊，血淋淋啊，脓血啊，哦，遍一切处啊，规身躯都拢无清净。佫第七，乃至死了后，哦，腹肚碰胀开始臭乱的时阵啊，你的骨肉呢，哦，胀坏啊，哇，你啊，大耳涂骹唔像火葬哦，大耳涂骹哦。你看嘛呀，当然要死死呀！开始翻白、翻青，把肚准涨起来，砰！一下，滚啊千只，滚啊百万只虫，开始食你肠啊，多食你肝脏，食你胃肠呢？哦，肉呢食了了，这筋骨食了了紧，搞个筋骨啦！滚啊千百万，要食虫也趁也叫哦，恐怖啊！当然呢。骗一切主，哦，骨肉呢，创坏呀，哦，你看你去无你先，连敢看都唔敢看，哦，恐怖啊，注意啊，唔是最恐怖，是死去了后，迄款的龙脊，互你看你甲地里先恐怖先，哦，哎，衰是呢，死伫荒山野外呢，哦，有狐狸啦、野狼、老虎，给你食咖，互你感觉讲。咱人价值在哪里呢？连这尊严都无啊！这叫做究竟不精啊！哎，怎样吼？哦，这大作好哟。那么注意个念哦，咱个念一遍哈、啊，这段主要紧呢。观察咱的身躯是究竟无清净呐，无啥个流乱的啦。那么咱应该远离这三宝的苦海，往生就世界占丢。所以这段较明显呢。咱地下大师所讲的话，咱好个思考加念几遍啊！哦，你慢慢念你这身躯，别个执着，会当用就用，未当用呢，发起就起，无安怎？个执着老老未掉啦，互你真无奈呢。来看好，行者若行若坐，若睡若觉，上观初心唯可不落，深生厌离。创树切房不能顿断，渐渐生厌离，做七种的不净观。一者观处淫欲心，将贪爱烦恼心，即是精致不净。二者父母交会之时，切别和合，即是受性不净。三者无太中在生中下，积食中伤。即是住处不净，宿者在母胎时为食母血，即是食胆不净。五者日月满足，头向山门，龙血既出，臭味浓积，即是初生不净。六者不配服相，其内龙血遍一切处，即是机体不净。七者乃是死后碰着暖怀。骨肉畅怀，喉咙湿淡，即是究竟不精。总共一句，为妈妈教会开始呢，哦，男精女血，然后入胎、住胎、出胎，乃是出世了后呢，经过老死呢，究竟无清净啊！诸位要清净吼。好，那么搁听好哦，咱地界大师傅讲啊。讲咱人要死的时阵的状况如何啊？
哦，啊，咱人为安尼个性生死轮回，拢总无得管这身躯不清净。男女淫欲本来就个性生死根本嘛，啊，男女淫欲的那情况呢，你早就涅槃咯，早就解脱咯，早就涅尽净空啦。所以讲啊，涅不当不生三宝，爱不断断的不生净土，就是这道理啊。来看好哦，自心既逆，他心亦然。所爱境界男女心定，心生厌离，上观不净。若令如此观心不净者，淫欲烦恼渐渐减少，又作十相顶观，功如经水，又发愿愿我应离三界十心，忏悔浓业不净，但奉我欲男女定心，愿得净土发性成心，此为厌离行。注意，一个清楚啊！吼，伊意思讲，我观看我身躯四代五蕴这臭皮囊啊，原来是遐尔啊究竟无清净哦。我是如此，任何你我他，乃是所有畜生道哦，男男女女、男女老幼，拢种平等平等。拢臭味不清净啦，唔是讲你家己安尼尔，你我他，大家拢同款，平静平静，究竟不清净。所爱这个境界呢，男女啊，以这个肉体外貌呢，佮外水，嘛是臭毛毛啦。外庄严、外烟斗、外具气质的女性，嘛是臭毛毛啦。深深生这个厌离心。观看身躯是不清净哦，那是如果连一直观观看身躯不清净为正，这淫欲烦恼呢渐渐也来减少咯，这淫欲心就变得生生啦。哦，你在做爱时阵，去做男女代志时阵，你观看这身躯，哦，当然呢，哦，臭味不清净时啊，你做你家地，你就淡淡，我不惊心。哦，会减少你淫欲心啊！啊，有人讲我愈观是愈水啊，也袂晓讲外臭啦。哎，这款人的慧根呢，甲善根呐，修行功力更加浅薄。我讲过了，上根二级人，伊观得较定吼，当下呢，伊无好无歹啊，也袂去理睬伊啊，伊就净化掉啊。哦，啊，中根人。伊呢，哪管就哪厌离，阿咪这习气讲，唔嘛未歹啦。这中间呢，啊下间的人管无落来，愈管是愈水哦。吼吼，管讲呢，男女的身躯不清净呢，伊管无落来。但是呢，这跟伊修行功力有关系，伊慧智有关系，伊管的这深度有深落去，安就看法相应啊。哎，渐渐男女的欲望呢，渐渐净化掉去啊。哦，啊，佮观光咱人伫要死时阵哦，有十种的观想，迄点点讲真清楚啊。后壁再来讲咱人要死时哦，十种佮乱佮臭，哦，佮崩溃时阵啊，伊总讲互注意听下，等下我来讲了。哦，所以讲叫你发愿啊，愿我呢，哦，永远离开这三界内底十心，哦，这臭秽浓邪不清净啊，哦，我远离掉。唔忙呢，哦，淡落于这个五欲六尘之境，尤其男女的这个淫欲之心呢，啊个净化掉。哦，愿我呢，令往生阿弥陀的叫世界净土，哦，发性生心呢，哦，又发愿往生净土啦。现在发性生心无较好，究竟的清净心呢，哦，发性佛呢，这就是厌离行意思啦，你知影哦，哎，厌离。所以呢，你也有听我安尼讲，你后反复过听两遍吼，你厌离心就升起来。所以呢，三个实相呢来注意听哦，实相就是咱人这边死的时候，哦，那是死后变成一堆骨头的时阵呐，有十种观相来看好。实相者，思相、定相、清意相、坏相、黑道相、龙卵相。淡相、
善相、骨相、寿相，叫做实相啊。因为咱人要死啊吼，腹肚胀啊，乌青咁崩破呢，砰就伫棺材内底，遐等下拢流流出来，棺材拢啪啪做就对个，伫个棺材内底，啾啾啾，碌碌碌，烂烂烂，臭焗焗，恐怖死哦！开始烂，然后个千堂万堂，几啊百万亿堂呢，开始食等下拢。我给你等下都吃啊，吃到没了，把梦撑了下去，剩一堆骨头啊，骨头散呀呀啦，哇，经过六档、七档、十档的，人切骨头啊，哦，开始切骨头啊，你想看嘛呀？切骨头，哼，来进化界菩萨就无唔对啦，你知影哦？好，那么呢，这就是实相啊，人在要死的时候呐，爱十种的观相。所以呢，你神经敢袂生袂出来，想要卡袂练去哟。所以较早呢，家己有一个小姐吼，一个休假就对啦。去看爸爸伫高病房啊，高病房就入去家阵吼，一个二十通块做起来尔，看这高病房惊一个吼，三工都袂食饭，像电影去做同款。哦，比迄个呢恐怖这灵异入侵，看不了片。同款，看着惊了啊！讲后人我长脚长手的去交病房啊，后一个哀，后一个到一上锁，一个呼吸咧，哦，看着咧吼，有点昏气啊！啊，个目睭啦，安尼有阵种无看到，耳啊欠一堆的，是歪去的，规身躯生甲一堆人啊！迄讲差咧四五支，颔骨啊乌两支。啊，嘴也带一支，鼻也一支呢，差四五支讲伊啊啦。伊等讲三更三夜未食未困，过看三遍了后，伊就彻底感悟人生无常，然后彻底修行啊。即嘛修到非常庄严，修到呢非常快乐。哦，这大善知，这种相当有善根的善如人呢、啊。去交病房去三遍了，就感悟人生种种不清净啊。厌离心生起来后，发一个往生西方净土，就出家修行。哦，个知识分子啊，修了非常庄严解脱啊，这大有善根量是安尼呢。一流人看到了就醒啊。哦，爱做净土哦。哇，真是真时间到啊！净土十二轮明天呢，最后一天，第十四天再会。